起跨越，来到了2023的第一道光，代表着希望、梦想与未来。我们看到这样子巨大的翅膀跟光束，从101的顶冠准备展翅高飞，飞向令人期待的崭新未来。在画面中，我们也看到了象征自由还有勇往直前的鲸鱼。高声的呼唤他的同伴，代表台湾，希望跟理念相同的伙伴一起前进。马上我们来到了第二个章节，每一道光都是台湾的希望，我们跟着光的探索一起前进。台湾这座美丽的岛屿像是一座文明灯塔，带领大家探索崭新的未来。我们看到用七彩缤纷的烟火代表台湾多元的美好，激荡出的文化台湾，科技友善，运动友善，多元友善，文明台湾。谢谢在这个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民，我们用爱跟良善守护着台湾。马上来到第三个章节，向世界前进。我们从台湾出发，前进世界，跟世界交朋友。